陆老师，你是？我是你的学生，我上过你的选修课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印象。啊，因为我平常都坐在比较靠后的地方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。哦，你说。嗯，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夫妻双方婚后的财产属于共同财产。 那如果夫妻分居的话，在这期间他们管理的财产也属于共同财产，对吧？嗯。那分居的夫妻离婚以后，财产怎么分割呢？嗯，理论上来说，各自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。哦。可是如果这个财产差额太大的话，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，相差悬殊的，多得一方应当补偿另一方。 但是这样不太公平啊！不公平，为什么不公平？假设咱俩是夫妻，咱俩离婚了，你这里有80万，我这里有20万，那这样……同学，你这个假设不成立。为什么不成立啊？因为我们不是夫妻。假设，那假设你又不吃亏的嘛？你这里有80万，我这里有20万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差额就是60万，你得补偿给我。 可是，又会变成我这里有80万，你这里有20万，我们又有差额了。这样的话，不是没完没了吗？你说这是不是立法者的一个失误啊，老师？同学，这个问题一时半刻可能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清楚，不然我留一个信箱给你，你把问题寄给我，然后下次我有机会再找你好好解释一下。其实我明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面试，老师。 我是从老家考过来的，也不容易。这个工作机会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如果你不愿意帮我的话也没关系，就算丢掉这个工作机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大不了我就做30几个小时的硬座回家，大不了我就辜负我爸妈对我的期待。等我一下。 会晚一点到，我就帮你吧，不帮你说不过去。那我们找个地方吃个饭，然后我顺便讲给你听。好，好，嗯，走吧。嗯